钱，我唔免等你到老，我去中山大学看我毕业了。身体拢真济，唔嘛你生几个，有够做人无？我真好做，做几个？做几个吼？咱家在做有人做一大个无？无啦，你无啦。我甲你讲，阮内底黄姑真正一个小姐，因真正妈妈生一大，伊拄啊白煞尾啊，真正生一大啊够做人哦。较早讲饲袂饱拢共骗，阮阿妈嘛生一大，还过过分两个查某囡仔来斗，跟阮十四个。迄两个查囡仔本来要做啥物？做新妇啊，真正可怜，迄人真正做啊，啊到这阵讨家债，嫁阮阿公了，多好命啦！哦，我你先看俺做啊，到老看就害了。你查讲，为啥你讲恁对啦？大啦，大啦，哎，阿祥林立，小姑，好，啊那也那也，就讲吼来阮家咧参观。啊为什么？我见故宫没个人，但。但是我奶奶接土啊，就是怎么办呢？啊，恁弟兄，恁哪囡仔咧上班路嘛会当看到阮家呢？阮家嘛是拢有咧上班路。恁若像阮奶甲恁去咧，啊恁对吼，叫囡仔甲恁拍电话，恁就会当看到阮家。是啊，恁来遮活动嘛拢会看到。对吧？对啊。我连刚刚都看卖，爱亲身体验一下，我怎讲用石头啥啦切尻川，哦，真正厉害。安尼啦，安尼我就比我是哦。对啊，啊我就讲我比我，还讲我袂爱安尼啦。你知道，这真正有一个人的名，伫新港菜市啊只名，伊真正姓范，伊的名叫吴钱。结果去到菜市，哎呦，干我姐你来啊！结果大家想奇怪，还是在讲啥物？结果真正是遐阿婶真正姓吴，因老母都讲你个姓吴厝的无钱，干脆考作无钱，住是真正去算就算钱呢，干无钱。阿婶，你今日来，你有看你古早的物件，有想到恁古早的辛苦无？有啊。啊，你刚刚问小姐咧？